一字排开，蜜头粉、雪落绿、冰锥灰三种超缤纷色系防护衣，抗疫期台湾在地品牌推出兼具时尚与机能的长短版两种轻薄防护外套。帽子啊，后面有个可调节式的设计，依照消费者的需求去做一个头型的调整。因为有外出防护穿搭需求，品牌推出材质轻透、微防风、微防泼水，能阻隔紫外线和飞沫。是有通过检测的，所以我才敢说它有一个微光疗的功能。有那种下小雨啊，有点小水珠，也不用去担心它，反应蛮好的。就是第一波就是销售前件防护衣预购有月，另外纽约时尚品牌也推出领巾款式的口罩巾，可以从口鼻遮盖到脖子部位，还有黑白两款可以选择。这销量的话，就是反应非常热烈，然后近期的话都有卖到数千个以上。它的价格的话，其实就是还蛮容易入手的，然后它又是可以水洗替换的材料。口罩巾布料好洗，款式时髦，而另一款口罩也有织带设计，长时间佩戴皮肤也不会不舒服。另外美国品牌的防护镜架式面罩，可以覆盖整张脸，额头到下巴，也能防止飞沫直接接触皮肤，即使佩戴近视眼镜也不影响脸部贴合度。抗疫期品牌抢破头推出各系列商品，精品品牌也出酒精喷雾组，外形搭配牛皮材质，奶油白、迷雾蓝、艳黄色，加上瓶身铝合金特色，相当吸睛。不过要价超过15000，各品牌抢攻防疫商机，款式也推陈出新。TVB 的新闻，周玉峰、李玉涵台北采访报道。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 新闻频道，并开启小铃铛，也请下载 TVBS 新闻 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